蒼井空五十分钟无码片外流 Av 达人解答真相。蒼井空五十分钟无码片外流 Av 达人确定本人出演，图翻摄自推特。日本前 AV 天后蒼井空，蒼井在今年元旦宣布结婚喜讯之后，更传出已经怀孕三个月，享受幸福人妻生活。不过近日日本影音网站 FCR 流出他过去所拍摄且未经加工的无码片 AV 达人，更认证是本人真枪实弹演出，让原本已渐渐淡出 AV 界的蒼井空再度引爆话题。据了解，该部片长约50分钟的影片标题写注听说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日本人，遭不孝人士曝光后迅速在网络上疯传，更登上日本网络观看排行榜冠军。有网友指出，影片应该是由其他女优所拍摄的伪长品，还没经过后制就随意上传，痛批散播者毫无职业道德。至于影片中的女优是否为蒼井空本人， AV 达人一介幻春秋在脸书发文表示确认无误，真的是他的无码。而除了蒼井空外，包括成濑星美、加藤丽娜等女优也都有类似影片在网路上流传。